2022年高考英语成绩满分只差了两分，真是牛。喜讯频传，由韦老师经过三年时间亲自辅导的高考学生高考英语成绩已经出炉，满分只差两分，英语科目卷面分数为148分，只要尽力了就好，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按照往年的录取分数，好的专业除了清华北大，国内所有大学随便挑，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看来学霸的世界只有学生自己才真正的懂得和明白吧。强强强强，感谢收看。